《大秦帝国》第六部，《帝国烽烟》第六章，《秦军悲歌》。哎呀，先生，想得我好苦也！刘邦豁然跳起，眼角湿润了。韩王已立，心愿已了。张良来也。清秀若女子的张良笑着来了。那一夜，刘邦与张良萧、萧何只说到天光大亮。 刘邦感慨唏嘘地叙说了自己与张良分手后的诸般难堪，骂项羽，横骂砀山穷，骂楚亡婚，骂范增老狐狸，左右是嬉笑怒骂，不亦乐乎。张良笑着听着，一直没有说话。骂得一阵，刘邦又开始骂自己猪头太笨，困在穷砀山，要做一辈子流道。骂得自家几句，刘邦给张良斟了一碗。 特意搜寻来的醇和的兰陵酒，起身深深一躬，一脸嬉笑怒骂之色，疏忽退去，肃然正色道：“刘季威也，敢请先生教我。”张良起身扶住了刘邦，又饮下了刘邦斟的兰陵酒，这才看人道：“望今天下，正当齐鹿王阳之计矣。虽说山东诸侯风起，王后尽力，人却。” 无一家洞察大事，沛公乃天授之才，若能顺势应势，走自家心路，则大事可成矣。何谓心路？刘邦目光炯炯。心路者，不同于秦相之路也。张良入座，从容道：“二是秦政暴虐，天下皆知；诸侯举世之暴虐，却无人留意。诸侯军屠城，绝非一家事也。” 而以项氏军为甚，即获沛公之军，抢掠烧杀亦是常事。大事未张之时，此等暴虐尚可看作反秦复仇之举，不足为患根本。然若图大业，则必将自毁也。山东诸侯以项楚军最具实力，反秦之战必成轴心。然则，项羽酷暴成性，屡次屠城，恶名已经彰显。其后，项羽酷暴。 必不会收敛，而可能更以屠城、烧杀、劫掠等诸般暴行为乐事。当此两暴横行天下，何策能取人心？沛公当慎思也。先生说得好，军行宽正，方可立于不败之地。与沛公言，胜利多矣。张良由衷的笑了。先生过奖，先生放心，刘季有办法做好这件事。 项羽有范增，先生安知其不会改弦更张？萧何有些不解。项梁之力尚不能变项羽厌恶读书之恶习，况乎范增？与先生话说，项羽酷暴天授也。刘邦揶揄一句，张良、萧何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，饮得两晚三人又说到了。 目下大事，萧何说：“赤候军报说，章邯军已经在筹划北上击赵，很可能王离军还要南下夹击，河北情势必然有变。”张良点头道：“河北战事旦起，天下诸侯必然救赵，不救赵，则一体溃散。其实，楚军必为救赵主力，沛公当早早谋划自家方略。”刘邦道。 我跟项羽烽火流窜几个月，人都懵了，何去何从，还得听先生。萧何皱着眉头道：“沛公犯难者正在此野，楚军救赵，沛公军能不前往吗？若前往，必得受项羽节制，此功横暴，沛公焉得伸展？张良从容道：“唯其如此，便得令生心落，未必随楚军救赵。” 刘邦目光骤然一亮，愿闻先生吉策。张良请刘邦拿来一幅羊皮地图，顺手拿起一支竹筷，指点地图道：“河北激战之时，沛公若能自领本部军马西进，经三川郡之小山，沿丹水河谷北上，攻占五关，而进兵关中，此灭秦之功，可一举成事也。”萧何惊讶道。 沛公分兵西进，减弱救赵兵力，楚王能允准吗？孤军西进，沛公军战力能支撑得了吗？难。张良看看到，足下所言两难，实则皆不难。第一难，沛公可顺动楚王及用事之吕清、陈英、宋义，效法围魏救赵，主力北上救赵，偏师奔袭关中，如此方略。 乃兵法奇迹也。楚王君臣若不昏聩，必能云准。第二难，秦军大败项梁后，章邯以为楚地已不足为虑，主力大军悉数北上。当此之时，河外空虚，沛公义军并无强敌在前，不足虑也。先生妙算，可行。刘邦愤然拍案，也是。萧何恍然，即可免受项羽节制。 有可途径富庶之地，足我梁秣。以先生所言兵法，这叫劈抗倒虚。可是，刘邦若有所思。当日范论兵法，沛公竟能了然于胸，幸何如之？张良喟然感叹：“说了白说，刘季岂非废物也？”刘邦一阵大笑。这次彻夜会章之后。 刘邦大为振奋，立即开始了种种预先周旋。刘邦派定形事缜密的曹参，专一执私探查河北军情，自己则寻找种种空隙，与楚怀王身边的几个重臣盘桓，点点滴滴地将自己的想法渗透了出去。刘邦的说辞根基是：彭城乃像是根基，吕臣军与刘邦军在此地筹集粮草。 都不如项羽军顺当。目下刘邦军粮草最为匮乏，若楚王与诸位大臣能下令项羽部供给粮草，刘邦军自当随诸军而前；若粮草不能保障，则不妨先叫刘军西进，筹集到充足粮草再回军不迟。刘邦很是谨慎精明，此时绝不涉及河北军情及未来救赵事。 吕青、陈英、宋义三大臣原本对项羽的生冷骄横皆有顾忌，自然乐于结交刘邦。今见刘邦所说却是实情，而楚王庙堂要做到叫项羽为刘邦供给粮草，则无异于与虎谋皮，准定得惹翻了那个霸道将军。于是三人都答应刘邦，在楚王面前陈说厉害。 力争刘邦部自行西进，先行筹集粮草。此番西进之风吹得顺畅之际，恰逢河北赵军特使告急，在会商旧赵的朝会上，刘邦便将效法围魏救赵的方略提出来了。然楚王与几个重臣都瞩目于统帅人选之争，没有再行会商，刘邦所提方略便散朝了。所以如此。 一则是楚王与几位重臣不想因在意刘邦军去向，而致项羽范增横生枝节，事故项羽范增一接受赐将末将职位，便立即散朝；二则也是刘邦军实力较小，偏师西进，又不是主要进兵方向，不足以成为救赵军的主导一体，朝会后再议，不碍大局。 今日是否自请过急，适得其反？朝会之后，刘邦却有了狐疑。非也，张良笑道：“沛公今日所请，恰在火候。一则，沛公此前已经提出西进仇梁，此次再提，顺理成章，无非明目增加旧照罢了；二则，两路旧照虚实并进，却主正当方略。宋义尚算知兵，不会不明白此点。” 三则，目下楚军诸将，悉入关中者，为沛公最矣，无人以为反常。我看也是。萧何在旁道：“其余诸将，皆以西进乃大险之举，定然无人图谋西掠秦地。不定，秦王还要悬赏诸将，激励入秦也。”两位是说，我当觐见楚王面赏。然也，只要沛公觐见，必有加音。张良淡淡一笑。 啊，刘季、哦、去也！刘邦风风火火走了。楚怀王芈欣正在书房小朝会，与相关重臣密商后续方略。除了吕青、陈毅、宋义三人，小朝会还破译招来了刘王、魏王、魏豹、齐国特使高陵君田显、赵国特使以及独立将兵的吕臣。君臣几人会商的第一件大事。 是旧赵的兵力统属，以幕下楚军构成，项羽部、吕臣部、刘邦部最大，再加王室直属的护卫军力以及陈英的旧部兵马，对外宣称是数十万大军。然究竟有多少兵力，却是谁也说不清楚。旧赵大举进兵，涉及种种后援，绝非仅仅粮草了事，事故各方后援主事官吏都要兵马数目。 老是混沌，终究不行。此事宋义最是焦灼，这次后续朝会也正是宋义一力促成。项羽、刘邦未曾遇会，公然理由是两部皆为老君，兵力人人可见，无需再报。实则是宋义顾忌项羽暴力霸道，而刘邦是否北上尚未定论，故先不召两人语文。小朝会一开始。 宋义便禀报了自己所知的各家兵力：项羽部三万余，刘邦部五万余，吕臣部六万余，王氏护军万余，陈英部万余。诸军粗略计，差强二十万上下。王氏护军与陈英部不能北上，刘邦部未定。如此，则就赵军力唯于项羽部与吕臣部，堪堪十万人。 如此大著一名，大臣们立即纷纷摇头，都说兵力不足。楚怀王断然拍案：陈英部与王室护军，都交宋义上将军；彭城只留三千兵马足矣。此言一出，大臣、特使们尽皆振奋。老令尹吕青当即申明：吕臣部六万余军马尽交上将军亲统，吕臣在彭城护卫楚王。 大臣们既惊讶又疑惑，一时只看着吕臣没了话说。不料吕臣也点头了，且还慨然唏嘘地说了一番话：“臣之将士，素为张楚陈王旧部，素无根基之地，粮草筹集之难，不敢言说也。今逢国难，臣若自领军马，非但粮草依旧艰难，且必与项羽军有种种纠葛。” 大战在即，臣愿交出军马归王世同属，臣无他途，唯效命王室而已。此番话一落点，大臣们人人点头，是明白吕臣长期以来着意靠拢楚王君臣的苦衷。吕臣军归属已定，宋义大为振作，愤然道：“如此军力，臣亲统八万余兵马为主力，截制项羽部三万余人马。” 等游刃有余也，届时其余四路诸侯加河北赵军，总体当有五十余万人马，大战秦军，胜算必有定也。正当楚怀王几人振作之际，刘邦来了。刘邦素有长者人望，一进楚王书房，立即受到楚王与大臣们的殷殷善待。刘邦连连做礼周旋之后，这才做到了已经上好新茶的。 武安侯作案前，堪堪坐定，宋义笑着问了一句：“沛公此来，莫非依然要自请西进？”刘邦一拱手道：“上将军乃当世兵家，敢请教我，西晋可有不妥处？”宋义第一次被人公然赞颂为当世兵家，心下大为舒畅，不禁慨然拍案，对楚王一拱手道：“臣欺我王。” 以兵家之道，虚实并进，两路救赵，实为上策也。臣请我王明断大局方略。楚王米心点头道：“北公西进，可有胜算？”刘邦一拱手道：“臣之西进，一为自家粮草，二为救赵大局，成算与否，臣不敢言，为之尽心任事，不负我王厚望而已。” 楚王不禁感慨道：“沛公话语实在，真长者也。”楚王话语落点，大臣们纷纷开口，都说：“沛公西进，堪为起兵，不定还当真灭秦。”楚王该当有断。只有陈英说了一番不同的斟酌：“老臣以为，项羽野性难治，不妨以项氏义军西进。沛公长者也，素有大局之念。” 不妨与上将军同心救赵，如此可保完全。陈英此言一出，意味着西晋已经为楚国君臣接纳，剩下的只是派谁西晋更妥当。若不言及项羽，也许还无甚话说；一涉及项羽，君臣话语立即四面喷发出来。外臣以为，沛公西晋最为妥当。 齐方的高陵君田显，先按耐不住了。错中一拱手道：“楚王明鉴，项羽杀戮太重，攻城屠城三番五次，烧杀劫掠无所不为。此人若入咸阳，必为洪水猛兽，天下财富将毁于一旦也。外臣以为，项羽若一军西进，则无人可以驾驭。高陵君，项羽虽则横暴蛮勇，终究可治也。” 宋义自信的笑着：“沛公西进，我无异议。然高陵君说项羽无人驾驭，则过矣。统军临战，守才治军有方。宋义但为上将军，任他猛如虎，贪如狼者，自有洞察节制，自有军法在前。此楚王无忧也，诸位无忧也。好，上将军能节制项羽。” 大楚之幸也，陈英很是欣赏宋义。项羽横暴，然终究有战力。吕臣颇有感触的道：“沛公军西进，以实际战力，只能袭扰秦军后援，吸入关中灭秦，谈何容易？项羽部战力远过沛公，亦远过吕臣军，九朝大战，必以项羽部为主力。” 不能使其西进，能西进者，唯沛公最脱也。老臣一谋，我王明察。老令尹吕钦慨然道：“方今楚军两路并举，诸侯亦多路救赵，灭秦以咸阳为中，灭军以巨鹿为中。老臣以为，我王可与诸侯并诸侯立约，无论何军，先入关中者王。” 以此激励天下灭秦，复我大仇。老令尹言之有理，宋义慨然道：“如此立约，我王盟主之位依旧也。”敢请楚王明断。偌大的书房轰然一声，诸位所言甚当。楚怀王思忖拍案，忧心忡忡道：“与诸将诸侯立约，激励灭秦，正道也。然则西晋之将。” 不可不慎也。项羽为人彪悍华贼，长攻襄城，坑杀屠城，岂无一累？其所过城池，无不残灭也。楚人多次举事不成，陈王项梁皆败，多与杀戮无度相关也。今次不若改弦更张，以长者服役而息，告于秦中父兄。楚之下秦，必为宽政也。秦中父兄。 普其主久矣，今城得长者以往，禁止亲报，或可下锦也。项羽彪悍凶暴，不可西进也。诸将之中，独沛公素为宽大长者，可将兵西进也。我王明断，大臣异口同声。刘季，谢过我王。刘邦伏地拜倒了。小朝会之后三日。 楚怀王亡命颁下，明定了各军同属与进兵路径，大局便再无争议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